哎呦，小朋友，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？扯铃啊。扯铃？嗯。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？什么声音？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。火气，火气上的喷射器，空气对它具有遥控器，太多想一起你想就近敲门敲敲门，记得礼貌口要先问，别给我随时关灯，生活习惯再有够坏，敲门敲敲门，简单动作口也不等，你可能是不想回灯，但做事做人却干脆，你像一段大计，一见我的死气，什么的印记又那么生气，说话的语气把我的风气，我不叫我你我你白我的脾气，那么没差距超龄，这段你就会上瘾，这你最常见的表情，我的解释请你不必那么没差距超龄，却测不出个命运，这你最常见的表情，嘿、hey, 你这样说我有一点伤心，这个。